减负。嗯，对。然后打完那个三分可以白到你。哎，比赛已经开始了，开始了。处于潜伏一方的是 AG 战队，处于保卫一方的是白鲨。对，看一下现在黑鱼人这边白鲨选择了一个 A 大的一个前顶啊，就是看一下，如果这边是看一下现在一个宝宝一个一换一。哎，这个朱棉中门。哎，对，最近这个点也是非常的，就是现在因为有一把 M4 在箱子后面嘛，然后可以透箱子。对，这边打得好凶啊 ，solo。感觉打的上来开局打的一个特别的奔放的一样。对对对，就是上来打奔放一点，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就是想就是说这个比赛来就是上来就先放得开一些。这边浩南偷掉了一文，现在是四打二。而且这边白鲨也是起到一个就是一个观察的一个作用，背背是背，哇、哦，漂亮！绿豆的一个补枪，是的。二打，看一下这一边保卫者如何回防呢？哎，看到了吧？应该看到了。哎，看到了。这个没穿的，拿把 AK， 如果遇到敌人长弹枪之后，也是非常的无奈啊。是的。哎，漂亮！这边浩南直接补掉了背背。现在只剩绿豆一人了，这边 C 四好像是掉入了，对，掉入在 A 大的方向了，是的，这是一个一 v 二，我觉得这个残局不太好打了，不太好打，对，因为如果是保卫者的话，肯定会选择就是手包来等着你过来，而不会选择抓人。看一下绿豆怎么处理残局吧，这边应该是，漂亮，一 v 一，这把残局，哎，听风声音了，看到了，这是一个对枪的点，对枪的好点，对。哦，这一下就，这下感觉哦，这个他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死路了。对对，而且他拿的是一把 AK， 这个箱子就是说看不到，对他没办法。站在上面，利用蹲起这种对枪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刚才那种局面的话，也是不好的，好，因为他那面前是一个木箱，而且 solo 拿的是 M4 可以穿，对，他会死得更快。这样的话，上来白鲨这边率先拿到第一分。双方上来之后拼的就非常激烈，对，白鲨也是想打快一点嘛，就不要等一下被你打得压抑，对，就是想上来先把自己放开之后再说，是的，把气势打出来，对，而且大家也看到这个点，其实我认为这个点其实是挺阴的一个点，是的，因为这个点如果你是进攻这个区域的话，他如果是把准星冲地如果藏在里面的话，是的，你是发现不到他的，对，而且就是他会打你们一个所有人的一个测试，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很多选手都很少用 AK 了，因为现在是国服的一个版本，对 M4 的穿透杀伤力很强，是的，贝贝就是贝贝还是比较迷恋 AK 吧，看到伊文都已经拿起了 M4， 是的，这边哎这边看到了，哦，绿豆里，哎，花花，哦，这波好快啊，大哥，是的，嗯，瞬间的一波。刷屏四，哎，这边这个怎么？这应该是大意了，这应该是一个沟通上的一个失误吧？对，这个点，这个这么看的话，哦，漂亮，那漂亮。这样的话，白鲨这边连拿两分，气势也是非常的足啊，白鲨这边。刚是绿豆是一百血被打掉，对，他是一个满血，太可惜了。我觉得应该是跟贝贝一些交流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是的。在地图我们也是说到保卫者，如果就是站在 A 点上面的那个人，就是一半对一半吧，就是有一些就是有利，然后或者有点危险的。那个 A 包点如果站一名保卫者的话，我觉得那个位置非常的难受。对，就是你走也不是，打也不是，对，藏也不是。我是觉得 AG 打逆风局什么的还真的挺厉害的。对，他不怕打逆风局。对，就 AG 这个队伍就是说在这个韧性比较强。对，是的。当你觉得你能把他给掐死的时候，他马上就会反过来给你致命一击。对，就最记得就之前跟七零一起合作的时候，就我老是站在 A 包点，然后他会过来协防我，然后一般都是我很容易被闪跟雷炸，对，太难受了。这个 A 包点确实就是可以说不是一个人在的地方，对，这个就是非常难受。你变相的说牙牙就是抗压王，抗压王，对。其实，在 A 包点那个防守端确实是抗压王，因为那个点，我估计就是确实非常难受。哎，这边马上要有一个交火，一个相遇。哦，啊，补掉了，补掉了，还是一个一换一。
我觉得白沙这边上来打的确实是非常的对呀、啊，就是就是特别敢打，特别敢摸。是的。我估计他们最这两天钻研战术也是非常的辛苦，非常辛苦。因为我记得是昨天听谁说呀？说 AG 打抑郁特别强，好像抑郁还是抑郁吧？你说起抑郁就只能就是能提起七零的痛了。所有就是之前打 CFPL 所有决赛的最后一张图，抑郁，嗯，他就是老是真的抑郁了。对，就是真的是抑郁了。打过很多次决赛，都是输在抑郁这张地图上面。是的。哎，这边看到了，哇，非常漂亮，有经验啊，这样。哦，炮狼。哎，白沙看一下这边一个侧身。哦。这样的话，一波小刷屏，只剩下在位一个人。对啊，而且好像他这个位置已经暴露了。对。哦，对，这个点是没法，是没法的过。哇，白沙刚刚那一就是第一枪开的时候，确实挺帅的。对。因为他在那个位置跳的话，是如果是作为潜伏者的话，确实不好发现的。对对对，这样的话3-0啊，上来打了一个很好的开局。是的，打的上来打的非常放得开感觉。对，伊文这边要赶紧调整一下了。就你说，就是这个一个队伍就是太死了也不行，然后现在有白沙的这名就是很有经验的指挥，然后把整个队伍都调动起来了。对他就是。感觉他这个带动队伍的节奏带动的是非常的不错。是的。看一下这边这一回合潜伏者要怎么打。这边潜伏者我觉得应该是准备就是说在中路就是这个桥的位置是想卡掉一些人，看看能不能卡得掉人。这边今天耗能的状态挺不错的，已经有七个击杀了。是。而且刚才大家看到说那个也是找到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位置。对对，就刚才七零说的那个点。对对，这个位置我觉得他绝对会有收获，而且会收获很大。对，哎，打完 solo 这个位置也是挺不错的。对，直接把伊文打掉了。对，打掉了伊文，打掉完赶紧跑。对，伊文这也是有点大意，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位置会有人。今天我们还没有预测比分呢。我觉得预测比分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会不太好说。不太好说。现在开始之前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啊。开始之前我们两个人开始之前你们都不是这么说的。对，这边一波 B 区的一个交火。哎，这边交火。哎，这西莫你看、哦、躲了这个点一个伤杀，太帅了。那个点成宝宝了，一 v 四啊。一 v 四，漂亮。其实白沙大家也看到，刚才白沙那个位置完全是起到一个吸引火力的一个，吸引你目标，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把道具和注意都注意在我。而西莫这个点是负责来收人的。是的，这个配合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是的，现场的粉丝也是帮 AG 加油啊！现场粉丝也是比较很热情的。对对对，在这边还是要去那个点，是想去复仇吗？老弟啊，老弟，这一把。现在 AG 是还没有开张的，我觉得在这种打不开局面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作为潜伏者的话，我觉得应该去让绿豆这把狙击去破点，哎，对，去抠点。嗯。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就是白沙之前打的那几波，我觉得他这些打的比较奔放。对。但是现在 AG 从上一波来判断，应该已经判断出他们现在就是说一个常规防守的一个阵型。我觉得应该去利用这把绿豆这把狙来进行破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些。对，但是绿豆现在是拿起了 AK 啊。对啊，是这把是他绿豆一直是起的 AK 这几把。对，我觉得应该是 AG 这个亮亮指挥应该是有一个特殊，就是想干点什么应该。对，这个暂时还是没看出来。哎，这边一波交火、哦，亮亮被击杀，一换一补到了 solo。这图就是如果打 B 点的话，真的是太难受了。对，这 B 点一个组合闪，就是说同样你打 B 点你是一个组合闪的方式进入到 B 区，然而警察回防的话也会一个组合闪的方式来反攻你 B 区。对，保卫就是说在没有这个眼镜的情况下，我觉得防守如果没有道具的话确实不太好守。是的。哎，这边好难，好大胆啊。这个点位其实很好，马上要交易了，跟宝宝，哎呀，直接非常的刚，但是被换掉了。对，哎，其实就是伊文打的。对，还好伊文补掉了，不然就太衰了。是的是的，这个点我觉得刚才，哦，贝贝的一个双杀，是的，其实应该是在中门掏了一个背身，对，谢的，哦、，nice， 这样的话 ，AG 拿到一分，是的，是 AG 这个队伍，我就觉得，你要不然就是让他一分不拿，你如果让他拿一分，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反
翻盘的一个局势。是的，是的，这是据我就是跟他打过多年一个决赛的一个经验一个总结，我就是这样觉得的。韧性特别强。对，韧性特别强。一发不可收拾。对，你要么你就一口气打死我，对，要不然你只要留我一口气，我就肯定会狠咬你一口。四比一，看一下。我觉得伊文就是从第五赛季开始以来都是相对比较慢热的，他开始打比赛的。啊，对，确实。他手热起来现在比以前慢多了，我感觉。对，因为他现在毕竟不像以前，他以前是一个枪手的一个位置，但现在他作为队长，他考虑的事情肯定会很多。嗯。而且就是说比赛，他肯定是想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他能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嗯，是。而且这边一看这个应该是要一个配合，想去架一下，看看能不能用那个窗户能偷到人。对，这边看一下这一波 AD 马上要进攻了。我觉得这个闪也是闪到了。哎，这个位置不防有点慢。哦，两个被杀。哦，哎呀，哦，一波刷屏，哇，瞬间一波刷屏啊，直接，哦，漂亮，这边也是嘲讽的有点激烈，是，不过选手这么激情，而且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激情，对对对，这就是电竞的美颜，就有这种带动。哦，solo这边被狙掉了，哎，绿豆果然起狙了，5-1了，这个比分还是蛮大的。这样看下来，这张图潜伏太难拿分了。还好吧，对，这张图确实还好，就是刚刚沙丘确实就潜伏难，比较难拿分。这边要选择一个 A 区的一个，看一下他们这边，不着急，时间还有很多。浩南现在所处这个位置是我应该是不吃道具的，他这个位置。对，如果哎这边主角打了好多，哎这边看到了，但是浩南这边被狙掉了，是的。白鲨已经被打残了，这个位置不行了。哎，一个 TK 跑地 TK 的伊文，是的。哇，这边西莫在桥上打掉了，过点的一个。哎，绿豆又狙到了秀逼，加打。现在是西四被打掉了，西四被打掉了。但是这个位置对，漂亮。你看我说吧，利用绿豆这把狙还是对很有把握的一个三杀。对，刚浩南有点可惜啊。刚才浩南那个位置，我觉得好像是绿豆，好像是瞄他的名字了，好像。所以说一直在远点架着他就一直在后面架着他。如果按照正常一个情况来分析的话，狙击是不应该架住那个位置，是的，应该是看到他的。比分是5-2。其实这张图当潜伏，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说拿到一个胜局，就是说我觉得这张地图拿潜伏，我觉得拿到三分，拿三分可以，就是对，拿三分，拿两分稍微有点难受，稍微有点难，但是如果拿到三分的话，他会当警，反过来当警察，当保卫者的话，对，会非常的好打，是的。这边也是一个尝试性的一个穿点，这点是也是以前非常得注意的那个点。对，这个点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敢站了，因为这个点一站容易让人就是穿死了，穿到死，你真的不敢动啊。是的，今天的绿豆也发挥也是全场最高的击杀，已经有10个frag 了。对，这边应该是一个哎，你看他们这就上了啊，对，这就上了，我就这几天都有这种情况。就打的，就是我觉得现在 AD 就是打比赛的时候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是的，这边也是被换掉了两名。哦，一文的一个双杀。是的，现在3-3。哦，亮亮一个3-2。这个时候，哎，你看一文这个选择是非常的聪明。是的，他并没有选择急于的上到包点。3-1，哎，剩下西莫了。西莫的一个绕后，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哎，这个位置不太好弄了。完了，已经被发现了。这样吧，三个人，这个三伙的三人一个集火拉枪了啊，漂亮！这样的话拿三分 ，A E 这一分拿的其实是非常的果断，非常不错，他非常的果断。他在 A 大就是说，就是任何道具都没有对的情况下就直接摸过去了，他是直接摸到你近点之后才一个爆发一波的一个 rush A 点，是，这种是防不胜防的一个，对，就是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对，现在来到了上半场的一个局点。打完这分就马上要换边了。对。哎，这把绿豆也是起了一个狙击枪。是的，因为他上把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对，觉得狙击枪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本来以为 AG 上半局也就拿两分，结果没想到，如果拿下这第四分的话，应该是那基本就是挺不错的，挺不错的。下半场会压力会少很多。三分也可以，也不错，也还可以。因为他们是从逆风开始拿。对，开始被打了4-0嘛。是的。对，而且这个 AD 这个队伍的话，他韧性非常强，擅长打那种逆风局。
最后一局了。白沙队前四局的处理都是挺不错的。是的，对，把气势整个都调动起来。对，确实是放得很开。对。最后回合，看一下 AG 这边怎么打。AG 这边应该是先是一个侦查的一个目的，对，因为在岩贝贝现在所处这个位置是能听得到一个双方双点 A 点与 B 点之间回防的一个声音，对，他可以听过这个声音的判断来进行。这边又是一个上马的套路，又一个近点爆发。哦，哎，这把 A 点那个人很关键啊 ，A 高点那个人很关键。哎，这把打掉一个了，不太好上了。是的。哦，这边一维杀掉一个，两个一维双杀。哦，好难。这边把包打掉，不要急，不要急。现在一打二，看一下一文的一维。哇，这个还好。那包被打掉了，太尴尬了。包已经捡到了，已经捡到了，捡到了，捡到了。哦，他这个，这个选择不是，特别，哦，这样的话会被打一倍身，打一倍身，太可惜了。攻守互换，属于潜伏者这边是白煞，然后马位置这边是的，哇，上来，亮这边是一个一万一警察，哦，一文一个双杀，这 AD 现在打的也是非常的凶啊，但是哇，白煞这是白煞的一个双杀，很关键，绿豆这个点其实非常的关键，对。只剩绿豆，哎，看见了，完了，哎，这个非常难了，有点着急了，对，是没有，这边只有白沙一个人，但是已经知道他位置了，他也非常聪明，哎，不要急，哇，漂亮，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是一个超远距离的一个补枪，刚第一回合这边是保卫者选择了一个前点，保卫者一个全盘的一个点顶防，对，当然确实白沙这边的指挥像刚才麒麟所说的一样的。对，走到潜伏者这边也是打得很开，是对，也是很开，就是也是想一个快抢一个避点的一个做法，但是没想到就是说相遇了。有雷，现在开始 AD 要稳住啊。其实，在就是这个裸装那个模式中的话，这个小枪瓜其实还是非常致命的。嗯，就是说，即便你穿 AC 的话，就是这个小枪瓜如果扔在你脚下的话，也会炸了将近五十滴血，是的，是也是非常的伤。这边看一下，这边应该是在说一些话，应该在布置些什么东西。对，这边应该是在说一个接下来该怎么办的东西。这节奏慢下来了。对，因为他这个白沙刚才肯定是一直在说话。等一下节奏。对。这种慢节奏的比赛，我觉得是白沙，尤其在小地图上，就是一直对，一直比较擅长的。对。你看，就现在，比如说这个点，昨天，我就是看，昨天我跟悠悠看了一场，就是半决赛嘛，就是觉得这个点，就是像白沙这么做的话，会非常就是安全，不会漏声音。对。但是我昨天看很多选手，为了不想漏声音，而又想上那个梯子，就在那儿就是超级跳，超级就是跳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边哇，一千顶，一个一换一，一换一，保住一个一换一。已经发现潜伏者的位置了，漂亮，这边去掉一个。这个时候已经打不了了，我觉得打不了了已经。是的，这边还要过。现在背的一个补防，杀掉一个。亮亮在中门击杀了丘比，也是快速的回防到 A 区。是，现在剩下白沙，白沙带一个包，一个相遇了，已经看到了。看到了。哎，哇，这一枪非常的准，也是黄金爆头。一百二。这边，他为什么还要看着 B 一？难道是队友爆点的不够仔细吗？对，就可能是有所顾虑吧，感觉还应该是。怕这边来人，应该是对，这就是说一个经验上的一个判断嘛。现在这边保位置还有两名，打一个回防吧。这边必须先过。哎，这个位置，哎，对，这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下包是很好的。是的。就看，白沙这个手里还没有道具，如果是会有一个闪光弹或者是小枪瓜的话，我觉得这把一 v 二的可能是非常对，最近也是我们直播的时候也是经常看到有一 v 二的一个画面。对，一 v 二、一 v 三也是都有。哦，这边是，看到了，两个，哦，漂亮，但是还是被打掉了。是的，这把就是还好，绿松拿的是 M 四。对，如果是 AK 的话，真的说不好是什么样了。是的 ，AK 两个人可能都被收了。对。因为这个箱子这个掩体找得非常好，李松来到7-4，白沙俱乐部领先。对，现在就是在 A 点那点，就是架一把狙，其实也蛮不错。年鹏就很喜欢说他最舒服的点就是在那个 A 点上面架狙。对，那个点可以就是说一个远距离的一个击杀敌人，而且会给队友提供很长时间的一个回防的时间。是的。反观 B 这边，现在一文
就是我们所说的。哦，这一颗雷，哦，这一颗雷准啊！这个雷炸到修毕，炸到了半血，半血，这有点帅。嗯，其实他们每局开局的时候都会扔那颗雷，对，因为他们可以算得好，就是说如果你潜伏者的一个抢那个点的一个时间，你这走位正好走到这儿，哎，对，正好走到。如果你走到这儿，那你就吃亏了；如果你不走，那就算了，因为我只扔一颗，我还有四颗。看一下这边。其实亮亮扔那颗烟雾弹其实挺烦的，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丫丫？对，因为那个他所封的那个点是你如果想潜伏者想进攻 B 区，嗯，必须的一个组合闪是必须从那个位置扔出啊，对 对, 对, 对，他那颗烟封到这儿，如果这个闪扔不好，会把资源全部白的。是的，你看伊文现在这个点就是我刚刚说的，打一个反闪，一个反闪，这个反闪其实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哎，这边浩能直接把宝宝击杀了。哦，这边，哦，这边是 A 区就上了 ，A 区上了。哦，这绿豆是被打了一个撤退，因为这个就是说在后路这个方向。看一下这边，回防的一个速度，一个拉枪，一个拉枪，一个一换二，这些单眼背，这边自己这区对不太好打。哦，一个，有没有两个？对啊。这把浩南的一个破点破得非常的成功了，也是一个采取一个就是。就是静默的一个方式，然后打掉你下面的一个，就是当眼睛的这名队员给你打掉之后，然后直接一个组合道具上一区。是的，这样的话八比四，如果再拿一个，哇，这一把打得好快啊！哦，两个雷，两颗雷，就是不想拖了呀，直接要开攻，直接往开攻，就是想跟你拼。哦，这边贝贝击杀掉了浩南，对，看一下 A 点的贝贝，他爆脸，哇，漂亮，一个双杀，哦，收了一双杀，绿豆在狙，但这样的话打三。对，你看过点，就是桥上没有烟雾的话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过的，你是非常也是不敢轻易的过。对对，现在剩下一 solo。哦，一枪是一个。本来是想白杀这一回合，是想快速的拿下这局，直接到赛点。赛点这一个图的赛点。对，但是就是说他这个为什么？我觉得我来看这局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他这个，没有人去走长梯那一边。对对对。因为他桥上没有封烟雾弹，而且长梯这边非常不好走。如果说你封烟雾弹走到长期这边，那个 A 包脸的这名队员就是非常难受了。哇，哦，这边秀鼻是击到了绿豆，击杀掉了绿豆。秀鼻的枪还是非常的干的。这边要选择还是想要上这个位置吗？上来被打掉一名保卫者的话是非常难受的。我觉得上来如果说是一个四打五的局势的话，我觉得保卫者就会采取一个撸点。哎，对。会采取一个毒点，因为如果说还是像常规防守的话，这样会非常的吃亏。就是人数的吃亏，道具上也是非常吃亏的。在这种版本的话，我觉得道具能利用的方法很多，对，非常的有作用。看一下怎么防守吧。这边感觉这一局很关键。这边感觉白沙好像还是对这个 A 区比较感兴趣啊。对，这一局非常的关键。对，这局是非常的关键的。因为时间还够，所以可以做一些动作什么之类的。这边是想采取一个拉一下 A 区，看看你这个 A 包点二楼到底有多少人。这样的话看一下，哦，不是拉了，准备进攻了。对，哎，哦，看电了，看到了一个。哦，保利这个位置，保利这个位置能否有收获呢？那有点可惜，被浩南直接打掉了。浩南一个双杀。这个浩南今天这个枪法也挺刚的。浩南枪法等，但是我们明白保利那个位置为什么被。被击杀，对对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刚才那个视角的看角度来看的话，浩南应该是看不到宝宝的。对，这样的话亮亮也是没什么血了，这一把有点难受了。嗯，哦，完了，好，漂亮。现在是白沙也是拿到了一个赛点，对，比分也是九比五。是的，这边也能看出来。哎，我感觉是毛利刚刚那位置是被闪了，因为我看到浩南也被闪了。难道是被吃了队友闪吗？对，后哦，有可能，有可能，对，因为是后面的前对。潜伏者扔了闪什么？如果刚才那个位置，如果保利能把第一个上小技能打掉的话，那局说其实说实话还真的不一定怎么样。是的，这边亮亮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顶方，也是侦查到这边确实是没有人。这边是绿豆和伊文和亮亮的一个双卡。对。其实总的来说，这个就是说双方互换边以后，就是说白沙就是说拿的分数基本全是在 A 区拿的。对，所以说白沙现在一直为止就是说对这个 A 区也是念念的不忘，哪个点比较舒服就主打你哪个点，就觉得哪个点薄弱就是专打你的点。对，那前期先会做一些功课。对对对，这边亮亮想的就是说你敢跟我刚正面我就跟你刚，我不怂。
马上要碰头了，这边 solo 直接把账贝贝穿杀了。哦，这边一个刺客，哦，一个刺客，漂亮，很伤啊这个。这个位置双人的组合，一波小刷屏，刷屏，只剩下西门一人。这边西四应该是没我们看到的，因为他没出来，对，西四应该是没有看到的。这边说，哦，你会发现了，直接出来跟你干了。剩西莫已经剩两血了，基本是也没什么希望，对，很难了。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尴尬，对，前有狼后有虎，哪儿去都不是。是的，现在是把位置直接全线的压制，对，把你基本要去过的要害都已经占好。是的。哎，西莫被打了一个侧身，哎，没事，还没事。哎 ，solo 这边一上来怎么是半血了？是不是被炸了？应该是被穿了。对，被穿了，应该被穿到了。因为他之前老是去穿人。对，他老去穿别人，然后穿反他被穿。然后这边也是让他去看到了。就每次能看到，就是第一个破点的肯定是秀碧，因为他的枪法非常的刚。对，而且就是说大家对他也非常的信任。是的。但是我觉得秀碧这名选手来说，我觉得他最有优势、最厉害的还是 AK。对，而且最主要他习惯用的枪械是 AK 杠 B， 是的，就是说在这个 AK 这个普通的枪也是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嗯，对，就是说我觉得他用那把 M4 应该是觉得就是能应该想穿射的一些问题，因为就是 M 这张图的木箱也是非常的多嘛。是的，这边好像还是想就是说来尝试一下这个 A， 看一下现在这一把怎么打。嗯，两边节奏都放慢了。对，放得很慢，因为哇，这一边，哦，看一下这秀逼补掉了一个，对，看一下，对，贝贝这边如果怎么过点又没有烟雾，保地别急，保地别急，哦，保地带，哎，但是被补掉，现在三打三，这边他绝对会，但是爆点不好上啊，在这个点绝对是不能上的，哎，贝贝也是着急了，着急了，哎，来亮亮这点卡掉了，漂亮，一文补掉，现在剩下白沙，最后白沙。一百二啊，应该也是被确定了位置了。对，哎，这边好像你们看到吗？好像看，应该好像看到了吧？这直接上吗？这直接，哦，看到了，哎，到了一个爆头，一换一，哎，一打一，这边确实不太好打。现在一文不着急啊，其实，对，没时间了。哎，这一个，看一下还有十多秒。白沙看到了，哦，哎，抑郁，说抑郁就来了，是的，这边白沙俱乐部是潜伏着，对，保卫者的是 AG 俱乐部，哦 ，AG 这边上来起的是，看一下保利这个一个人，保利就是第一张图好像没怎么打的，保利感觉他还是没放得开，对，还没睡醒吧，保利，赶紧调整一下，这边一文也是一个顶防是被打掉了，五打四。不，这就第一，就一文怎么一个人就摸，其实不是一文一个人摸出来，一文是摸出来一个充当一个眼睛的角色，然后亮亮是这把也是起居了嘛，亮亮在后面补枪，但是没补掉，对，有点可惜，但是这边其实也是，众所周知，亮亮也是非常有，就是昨晚跟他在吃东西的时候还在说什么，每个机枪手都有一个狙击手的心，对，是。而且他这个其实他那张图，抑郁张图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比较大嘛。对对。就是说潜，如果保卫者就是说能提前的预知到的话，我感你是预知到你的一个队伍的一个走向，我觉得你要是作为潜伏者的话，会非常的难受，非常难打，就打的你就全是问号。哎，我怎么我一打这是五个人全守着？什么情况？是的。对。十打五，看一下白沙这边。十打五，看看。这边绿豆和亮亮能不能就是发挥出就这样优势，然后率先是在远距离击杀掉一名潜伏者的话会比较好。对，但是也是这边也是知道白沙那边起的也是狙击枪，所以说不敢贸然的轻举妄动。对对对对，也是不敢出去看啊。是的，这边也是想有一些想法。对对，有想法了，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嘛。对，还有其实时间也够。哎，看到了一个，看到了，浩南，这边。保利应该是知道，对，应该察觉得到了，哎，察觉到了，漂亮，亮，狙到了秀碧，哦，这贝贝的，哦，这边一个二换二，H 是一个被刷屏了，对，应该二打二同局，后路补防，哎，后路补防那个时间特别的刚好，对，正好 ，nice， 保利，非常的到位，直接把头插在地上，但是被西莫打掉了，绿豆这边
绿豆漂亮。哎，刚刚本来是绿豆跟那个宝宝丽是一个在回防，对 对，在上面的。这边宝丽是负责，就是两边应该这两个人在回防过程中已经沟通好了，是宝宝来打包点那边的，是吧？绿豆给他看着他的背侧身，是的，这样的配合也是不错，对，也是稳稳拿下了这一分。刚刚宝丽回防的挺快的。我觉得这个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宝丽他确实成长了，因为之前我跟他说过这个问题。对，就是说这个回防抓这个回防的一个时间差这个问题，我觉得刚才这个时间差抓得非常的不错。是的，这边一文要赶紧把手热起来。这边一文也是站了一个非常让人看不明白的地方，狡猾，很狡猾这个点。你要如果不注意往下拉这个枪花，你是看不到的。但我们现在国内的比赛，我们不能太明显的爆点。对，因为就是怕就是说。是选手听到啊，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原因？其实来说，我们喊的再大声也是听不见的。选手，就是我们现场声音首先拉得很低，第二我们的音响是，选手那边是完全听不见的。那这边的话，绿豆先击掉秀碧，不就之前沟通好了。哦，这边一文一个近点是击杀掉了 solo。是的，之前沟通好了，七零是主要要小爆点的话，就是说，哎，这雅雅以前站的位置。哎，对，雅雅什么时候都站是吧？对，哪个位置都站过。是的。哎，这边上路贝贝击杀掉了后南，感觉连杀这个这两把打的应该是一个试探吧？对，觉得他们都是各打各的，死的非常的多。现在这边一个全胜了，对，全胜完胜了，就掉了不点血。对，果然这张图 AG 还是非常有套路的。AG 有套路啊，真的有套路。这张图我觉得 AG 对抑郁小镇这张图上有他一个特别的一个见解，对，特别的一个理解，对。2-0。而且这边你看保卫者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整齐，对，非常。哎 ，AG 这个队伍就这样，一旦他们每个人的数据非常整齐的话，那感觉到他们这要有一波大爆发了。对，这是说明整体实力已经表现出来了。对，就怕那种一个队伍里面一个人手感特别好。对对，就像刚才那种浩南上来之后直接上八个击杀。对，那种情况下是完全就是凭借的是一个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哎，这一把打得蛮快的。这把我感觉应该 AG 刚才看到应该是顶放出来，放知道了，对，已经知道这边了。所以说人员不够的话，选择这个人扔丝了，这个对，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这把不太好防守，对，不太好防守，因为是5v5啊。哦，这边双方打到一个，是的，双 B 打到了 even。刚从 A 档烫点的那个宝宝打掉了新墨，对，烫点的那个人。哦，哇，这边哎，这边绿豆是没有渠道，是的。现在，但是现在是打了，哦，又杀掉一个，是的，是的，三打一，救兵，没有机会了，好，就再次拿下一分，对，刚刚第一时间把位置从 A 弹摸出去的时候，应该会告诉队友说要重点防守 B 区了，因为 A 点这边都没人，对，这个是俱乐部经理吗？对，经理菲菲，菲姐，3-0，果然啊，在 AG 在一上地方确实是有绝招哈，会武功。就像 Solo 昨天说的，他们打这张图太强了。对，这就听过，就是说根据 Solo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他们首先在这张图上的一个信心就是已经对。对，他们说的好像是能把这张图选到最后就选到最后，当时好像说的尽量不打这张图。但是这张图如果我相信白沙这边应该也会去做很多功课吧。但是，对，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难。稍微有点，是的，这边一波拉枪，这边也是打得非常，哎呦，贝贝和直接压出去了。发现这两回合感觉，AD 也是放得非常的开啊，是的，顶得非常的前。哎，这边，哎，好像是被打出，赶紧跑，烟雾应该看不到。是的，哎，看到了，也不会选择跑了，这两回合直接跑了。感觉伊文会不会被炸死？不会，这边人非常的多，亮亮巨材掉一个。是的，这边我估计西斯也要会掉了啊。西斯这边好危险啊，好危险，亮亮不能。是的，亮亮一个击杀，哦，哦，两个，这补步做的真的是，这边剩下西莫一个人，以为是啊，难啊，哦，这同步做的太漂亮了，是，刚才就是一个两个人的同步，对，刚才那个点是三个人，三个人完全是就是被击杀掉了一个，然后亮亮也是残血的状态，就是我就是不让你走，你也别过来，我就是在撑跟你撑，等到我回防的队员回来。是的，这个时候回来之后，大家一同拉出去。4-0啊 ！AG 在这张抑郁上面是还原颜色，对啊，打了白沙队一个4-0。哎，这回比赛有没有被春天的？没有，没有，还没有。不知道今天决赛能否能看到。其实说实话，这次来的两个菲律宾队，一个越南队，实力都挺强的。强，
更强的。对，就是国外的队也是一年比一年的强。对，其他队伍还是其他国家队还是那样，但是很明显日本队还是惨。对，现在很明显能看到白沙这边，一文在干什么？对，一文被打跳舞吗？对，被打了一个侧身，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帅、啊。对对对对，就是很明显现在白沙的节奏开始在打快一点，不然老是打慢的话会被打得有点压抑，打得比较被动。对，哎，保利这边绕后也是杀掉了浩南，看回防的人。漂亮，狙掉一个。哦，这边，哦，这是 solo 一个双杀，然后这完了完了，这波基本是啊，还好还好，还好，哎，一打一，宝宝跟 solo， 漂亮、啊、，nice。那这样的话，当局的四杀还是三杀？而且这两把发挥的也是不错的，发挥特别好，感觉就是说，哎，这个队伍就是说，一旦就是说你给我一个让我团队多发挥的机会，对，我就让你非常的难受。宝宝的手感上来了，是的，对，也是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 friend， 是的，就面对曾经的自己的队友也是不留情啊，毫不留情啊，对，毕竟就是现在是对手了，对，而且是一个在决赛的舞台上是一个对手，5-0啊，哎，要是春天就好看了。来这边秀逼直接杀掉了宝宝，对，看一下张元贝，是这个烟雾也是看不到后面的音乐，还在，外面还在一个，不要着急，别着急，是的，不要着急，哎，漂亮，一个手枪，一个击杀，哇，这个手枪也是非常的精准、啊，是的，是的，就一用了一发，已经9个击杀了，对，有点帅，是的，是的，这边但是被白沙抓了，大家看到。其实这种就是说跟你啥，就在这种不在这个临界点上的一个交火换人的话，对于潜伏者是非常的吃亏。是的，因为你是不敢继续再往前走这个点了，因为你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等。对，这一把这边也是前顶一个顶防，知道你 H 是一个没有人的状态。是的，节奏也是在比赛还有一分多钟的时候放了下来，就感觉这个。抑郁上那个地图上开始就是白沙这边采用一个节奏，有点是一个以慢的一个节奏，对，就很慢，打得很慢。对，刚刚其实就上一回打得快，但是就是最后没防守下来，是一个残局的一个。哎，哦，这边绿豆 solo， 绿豆慢了，应该是慢了。那这局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有西蒙又击杀掉了，掉了，是的，一文杀掉了 solo， 现在一打二，一打二一个残局，猫子应该知道放在哪了。刚才是一个三位，哎，这个闪，哎，不对，我感觉怎么刚刚就是绿豆那枪反应慢了一些。我觉得绿豆刚才应该是在说话。对，因为我也会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在说话，然后看到突然间出来个人，拿了 AK 啊，是的，这块有点不利。哎，这个他非常聪明，他也没有选择露声音，其实这把，哇，白沙直接上来抓掉，直接是一枪头一枪头。那这样的话呀，白沙扳回一分，扳回一分，5-1，5-1，还是落后很太多了，还落后4分。这边也是还是采用了一样的一个开局的一个，对对对，一个走位，还是选择三人去打五。哦，这边中烟雾好浓啊，好浓好浓，也是什么都看不见啊。对，哦，这边一个1-1，宝宝补到了希望。是的，宝宝应该是在 B 区吧，应该是在、对，是在 B98方向击杀到了希望。是的。其实宝弟，你看从现在可以看来，就是当时跟我们组织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哎，他现在非常打的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套路，对，就放你去打，对，有自己一个思想，因为他枪确实刚，枪确实刚，这个是确实。你看这边都知道杀完人回来了，而且之前他也去过，曾经去义游那边带队，对，他在义游也打得非常的亮，对对对，那是直播 CFPL 的第五赛季的时候，第五赛季的时候。我觉得宝利这个去义游这一趟，我觉得虽然说成绩是不那么太理想，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一趟真是去的太值了。对，对他是一种历练，是的，个人能力也是让我们看得很过瘾啊。对，其实宝宝已经打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有可能大家就是在全国中不太了解他，其实他在辽宁就是那一块你是打得非常久。是的，也是一个老将了。对，4-3，这边4-3。是选择了一个赌房，这好像就是看到这边 AG 好像选择一个慢，就还是防守的一个位置，对，时间不多了呀，这边这个位置、看一下浩南，看看保利能不能
应该是替他叫。漂亮，漂亮。直到这样的话，直到打必须了。对，直到已经打必须了。包已经。哎，别这么慌，行不行？哥，哎呀，又是个背身。是的 ，solo。耶。哎，宝弟怎么？还是在等回防，等巴里的帮他，他这个也是没有补掉。不要急啊，已经四比二的残局啊。这种情况下，如果solo被闪白，对这个白，这个基本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哎，看到选手的亲戚啊，亲友团，非常的威武是吧？对，非常的威武。这边也是比分也是六比一，一剑南山一分。是的，其实如果是这个五分的差距的话，我觉得对于潜伏者在这张地图上来说是非常不好打的，非常不利，非常不利。因为现在你就是说你也没有办法，就像说是我站 A 站不住，站 B 我也站不下来，然后我磨回 B 一我还被刷屏，对，就是非常就是难受难打。就是说这种局面，你就换任何一个再有实力的球队没有办法。对，哎，击到脚了，这边哎打到 solo 的脚了。哎，刚刚就是宝弟那种情况，他可能就是又想起了他的跳舞。不，我觉得，哦，这边贝贝一个双杀，好漂亮。其实白鲨在这个点已经吃了三回亏了。对对，但是上一回合是把贝贝击杀掉了。但是也是一回一。对，一换一，一回一。贝贝这一场立功了。这一场那个 B 的这个点确实立了很大的一大功。十二个击杀了。他 B 就是给对方压力非常大，然后宝弟在酒吧这边也可以就是说非常。就是什么不用顾忌的，就是说来我来杀人，对，就是说打的也是非常的流畅。现在五打一，被白沙卡掉，应该看到白沙，而且带包。对，这边白老板也是非常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没有选择继续前进，反而是回来锻炼自己的后身。现在他们是只剩下西莫跟白沙。对，他们两个应该是想在必须就是形成一个火力点，先杀人吧。对，先清，因为时间还多嘛。对，清人，然后再下包。清人再下包，但是我觉得这个必须确实不太好上。就 AG 也是非常的聪明，你看他把目标点放空，我完全就是说我重把我的防守重心向 A 区那边推，就你要打 B， 我让你先下包上包点，因为你只有两个人，你也没有办法。是的，就说我四打你二回防还是我合适，这就是说，但不小心了，击杀了白鲨。他刚刚那枪口是想瞄楼上有没有人。对对对。因为他这个点确实需要看点，宝利又是一个背身，宝利这个绿色没事，这附近有人，对，因为一个七比一，大比分啊，上半局大比分，那这样的话下半场太不好打了，真的，这张图的节奏我感觉会很快，你就算这一局白沙队拿下这一分七比二也非常难打，怎么打啊这个？而且这边看反观这边贝贝拿到了十二个弗拉格，而且宝宝也是拿到了十个，对，发挥的非常亮眼啊，整体都带动起来了，对。刚开始是一个感觉，哎，整体队伍实力都发挥出来了。对。但是后来感觉还是这俩人对跳出来了，跳出来了，两个枪非常刚的选手。对。就是说我感觉是现在白沙也是非常的没有办法。对。因为不知道怎么这两个。主要是他站不住点。对。这个是非常难受的。哎，这边 solo 打掉了伊文。solo 拿起了 AK 哦。还是比较少见的。对，因为这是来进攻 A 区嘛 ，A 区的话还是 AK 比较合适一些，因为能穿的地方比较少。嗯，看一下这边 solo。亮亮也是在想办法，就是说观察一下情况，就是说能不能看，就是看到他们的一个动向啊什么的。哦，这边一个闪光，哦，摆了好久，摆了好久，应该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这边修逼，西莫，哦，这边一波是必须一个顶防还是中路顶出去了？哦，应该是一个 B 应该是顶出去了。那边亮亮应该是判断的一个失误。两把狙啊，两把狙不太好打。确实不太好打，万一发生奇迹，这边对亮亮，看亮亮能不能打掉第一个吧。对，但是我觉得有点，哎，打掉了，哎呀，有点可惜 ，solo solo， 有点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如果刚才绿豆是守这儿的话，应该就能收掉一个。对，能收掉一个，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机枪手，对，他拿狙呢就是不太相信这个点到底会不会来人。那这样的话是七比二也是一个大比分。这下半场这白沙这边不太好打了，真的不太好打了。对对对，我们看一下。是的，我们先看双方第二张图，下半局的一个比赛，双方也是互换攻守 ，AG 处于潜伏一方，白沙处于保卫一方。对，这边上来也是丢两个小鲜花。哦，这边 solo 被打到了一枪头。哦，宝宝击杀了浩南。哇，哦，你看果然打得非常的快，在 B 区那边已经交上。但是这波其实也很合适，现在是一个三打二的意思。是的，
三打二只有两名保卫者，那这两名保卫者就太压抑了。哎，这边看到了，这边一轮看到了，是的，白鲨这边宝宝一个也是生的，哦，哎，但是被打了一次，哎，还有一个，是的，还有西莫一个，这边二打一，保卫者的位置已经暴露了。对，如果选择墙上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太稳妥啊。对，墙上不太稳妥。看这边，看这边，看到了两个人，还好还好。对，这样的话八比二。其实这个。贝贝与宝宝呢也是有所防备，对，就是怕也是怕你出来，怕你拉出来。对，两个人上的时候也是做一个同步，一个人拉枪，另外一个补枪。对，如果两个人这个时候还在交流拿道具是吧？我觉得那把就基本就是的。对，两个人做同步出去的，就是有一个人拉枪线被同时收掉的可能性太小了，那个是需要很大的运气。只要有一名队员就是选择，哎，我认为我就是枪线，但是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很难被双杀的。对，因为你本身你就是枪线，你不可能直勾勾的走出去跟人对。这边绿队回来是换了一把 AK。对，感觉他们现在是想着打快攻嘛，所以没必要拿狙了。对，没必要拿狙了。他拿狙只是看一看，就是说这个中路 A 连方向有没有过人。对。而这边好像要马上要有东进了，有一些想法。哦，这个点，哎，这个点，我以前站的点。哎，看到了，看到了，哎了哎哎，有没有杀？一个一个，哎哎，赶紧跑，赶紧跑！西莫这点非常明智，对对对，现在已经没有血，不贪不贪，对，不贪不贪，我不贪枪。哎，但是还是死了，没被击杀。后防后续的回防感觉有点慢啊。这边宝宝还是有点畏惧，哎，这个宝宝穿的点是我以前站的点。是什么都是你是的。看一下这边二打三，只有一个。哎，看这边一文跟宝宝怎么一选择？哎，这个选择非常的好。对，哎，赶紧跑！哎，跑跑跑！哎，跑不了！哎，这个撞在墙上了。对对对，哎，哦，漂亮！不走不走不走！哎，不走！漂亮！宝宝的枪非常的刚，非常的刚。就刚刚看到那个动作。对对对对对，刚好像是一文吧？一文那个动作非常的逗，非常的逗。下面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呀，比分也是九比二 ，A G 这边也。我觉得大家看到精彩的击杀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欢呼一下。是的，这两个队都加加油。这边也是看知道了，这边认识一个 B。这个闪光是自己扔扔的？不不不，这个是楼上楼上楼上是 solo 从那个窗口扔出来的。对，这边是换掉。其实这么换人，其实对白鲨队员来说非常的不合适。对，不合适，不合适啊。因为刚才咱也看到，在就是秀逼在那个桥上下来了。如果 solo 那是也是被打残，躲进了酒吧里。对，如果要是说当时 solo 拿出来跟秀逼一起补枪的话，会好一点，我觉得效果会好一点。是的，有可能会一个刷屏，也不至于说到现在这种一换一换一。是的，刚刚这种换人的话，对潜伏者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对，因为他毕竟他比分领先的多。哇，这边宝宝杀掉一个，宝宝在下半场已经达到了九个击杀了。这一个人真的是打爆了，出事。二打二，现在是二打二，应该已经知道了一名保卫者的位置。是的，这波上路，哎，看到了，看到了，哎，漂亮，死掉，二打一，换枪，赶紧换枪，哎，把手枪怎么扔了，哥们儿？对对对，你不能把你这护身符也扔掉啊！是的，看白鲨，上半场他上一张图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 EVR， 对，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看一下这一次能否再有一个 EVR 呢？精彩镜头发生了，哦，这边，哦，打得非常，哎，如果能摸得到。有机会哦，在侧身，但是没有打掉，那这样的话应该要走远了，是吧？嘿嘿，我的第六感也蛮准，好吧，好吧，赢了，但是你还是要请我吃饭。看一下这边，第一回，哎，这边一个，哎，你看，现在上半场，哦，这个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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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看，哎，这个点大家可以去模仿一下 ，no， 这点不好，那就是探一下，看下来看到吗？对。但是就是现在处于保卫者的是白鲨这边会好打一点，这有这个有一点可以看出，其实白鲨这个对各个地图上面也是研究了很多，是的，很透彻，很透彻，真的很透彻。他上半场当保卫者很好打，如果他上半场就当潜伏者，下半场感觉不太好打。我想这张图，我觉得绿豆当潜伏拿狙，行，对，啊，这时候我打的是迷糊，我玩时间长会吐恶心，对。就因为他这个太小了，对，哎，这边 solo 也是摸掉了绿豆，绿豆在碧水下面不好出也不好进，其实哪边先出都不好打，对，就是说这点也不行，他也不会轻易的进去，我也不会轻易的出来，对，基本就是说看一眼就追杀倒就算了。而且你出的时候打一个组合闪的话，外面很难受，
对，你这颗主坑铲其实按理来说这颗铲其实并不好打，因为它这个水下的是一个斜坡的一个斜坡，对，而且这个伞你若扔不好你会弹回来，对，如果弹回来那就糟糕了，尴尬，那太尴尬了。这边亮亮清一下点，哎，应该马上要进攻了。哦，这点这个点，这个没拍到，没拍到，哦，这边。哎，西莫有点可惜啊，这枪也是有点歪，有点歪，有点歪。这边 A 区其实也不太好，哎，这边一元找到了，对，哦，好，现在剩下 solo 了 solo 四打二啊，四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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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已经知道 solo 的位置。对，如果潜伏者成功进入到 A 点的话，就防守是非常的方便的。你再看一下 solo 的位置。是。对，一文这把回去的也是有些急，但是也是确实说稳稳保稳妥起见吧。我是说在包点里，我不出去，你进来。你要不进那就不进。哎，看到了，看到了，哎，穿掉了，穿掉了。哎，我救不到。我们第二个，哎，一个激活。这样的话 ，AD 拿到一分。AD 率先拿到一分。对，我觉得作为潜伏啊，这张图上上半局拿三分就足够了，就够了。这张地图我是真的没太多的见解，因为本身我个人对上图真的挺反感，挺反感，因为它太它特别近，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图的颜色也是以沙漠为主，就感觉就是玩时间长很晕。对。对，这边对小段好像有些看法，就这个位置。是的。其实我觉得这张地图就是担任绿度这个位置的，我觉得是最无聊的。对，这个位置其实非常尴尬，你知道吗？是的，你说本身按理来说这边轻易不会出人，对，但你也不能进去不保持警惕。对，你如果稍微一不留神，哎，出来你死了，那你就太伤了，是的，这家都被卡死了，这个锅就你背了。对啊，但是如果你要一直进人日之中，那还特别累。对，还没有没有必要。这就是我以前站的点。对，都是其他打工啊，你这。哎，这边看到了，看到了，也知道这边是，哎，一个经验呀。我感觉白鲨有点危险，因为它是一把狙来的，不要轻易的抓它，不要轻易的抓。漂亮，这个观点做的太好。但还是让白鲨换掉一个，换掉一个。这边正门，哎，没看到吗？拉出来，看到了，看到了，来一个闪。哎，这个闪非常致命啊。那边也是没等，这个闪也失闪了，没有进来。solo 也是残血。蛇，这个雷太帅了，自己踩上去了呀，这个是自己踩上去了。二比零，说算了，我送个人情吧。现场的观众，墨镜哥你好，是的，没听到。绿豆，哎，绿豆，你水下这么近，他为什么不起居去尝试一下打一个过点？可能有所顾虑。现在 AD 的气势整个就上来了，是的，感觉跟第一张图刚好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是的，这一把轮到亮亮发挥了。对。之前那张图是战岩贝和宝宝，就是亮亮打这张图，他是起到一个突破手，就是因为我之前看他打比赛，他是打这张图都非常有心得。哎，还有小朋友，是的，小朋友 ，Hello， 就你都不知道多烦啊，这几天在现场老是给人家叫叔叔，真的是醉了，叫叔叔给我签个名，显说明你显得还是比较年轻，对，我还是年轻。这边也是，哎，觉得其实 AD 最，我感觉 AD 最觉得可怕的地方就是说，他一共有五门队员，对，就是说这五门队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轮流的发挥，这点是别的，我觉得有些别的队是做不到、做不到的问题。这边也是又是一个 AD， 这点西莫也是西莫没处理好。其实我觉得西莫应该换一个点位，因为这个点他看不见人，而且对最有意思是 AD 他进哪一点也不能道具。是的。反应不过来，你看这几把就是 AD 老是打 A 区，就是 A 区，就是打你 A 区，觉得 A 区比较好打，对，你 A 区防守比较薄弱，虽然说你站的人多，对，但是我这个两个燃雾弹就是完全看不到的，对，看到了，这边也看到了，好的，哎，我就不动，哎，这边也是准备强扑他，对的，这边后来也非常难受，都是 M 字就透明，你出来我就撞你，又是烟雾，又是闪光，又是子弹，是的，哎，看到了。他在这个箱就更难受了。对呀、啊，人家把我就不漏。对，我能穿你，你穿不到我。漂亮，漂亮，被一分打掉。那像这样的话，现在上半场已经拿了三分了。对。哇，这个节奏啊，有点快。这边也是现场的观众。是的，比分也是3-0 ，AG 是拿到了三分。哦，这一把，这边看有没有收获。AD 也是不会贸然的跟你来占领这个中路、哎、你看 AD 打得太聪明了，就前几把就直接来抢你中路，然后这就现在突然把节奏放下了。 对， 对，你想来抢我中路，我不跟你抢了。对，哎，我让你，我让给你，等你回去之后我再去抢。是的，这边也是两个人小道的一个加点。
其实这个楼梯其实挺尴尬的，对，点特别多，你不太好收这个点，不太好收，哎，而且你整不好那么小的地方容易被双杀，对，哎，这边也是知道，这边没看到，好像没发现，应该是没发现，但是宝弟这把应该知道这个 A 点的一个布防情况，收龙不能露太大的身体，对啊。没有事，这边没有没啥事了。哎，这边直接漂亮，哇，亮亮，你看，亮亮果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突破。哦，很相信自己队友，直接把背身交给自己的队友。其实宝玉这把单身的是，哦，这边浩南的一个双杀。双杀。哦，这边也知道进，这边、哦，漂亮，亮亮。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杀手是我宝弟，你看出现了吧？其实宝宝那个小段的位置打一个回防的，对，我就是负责打你背身的人，我打掉一个我就跑。是的。今天这边秀比也是比较尴尬啊，对，秀比在这个位置就B区下点这边，这一百白三秒都太伤了，是，对对对，不，主要是B区这个点一下包你形成一个双架，真的收不了，对，真的是进不去，又是一个四比零，四比零，哇，这个气势真的是打，气势打不住，这个 AG 真的是现在大赛经验太丰富了，哎，我就不跟你抢这个，对，你来我就送给你，是的，你走之后我再去。这时间差也把握得特别好，这边还是有三名的防守队员，还是一个常规的站位，但是我真的建议说西莫应该换个位置，对，他那种如果一封烟雾弹的话什么都看不清，哎，这把好像换了，换到了仓库里面，是的，一打击又是一个这个点，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宝这个动作，对对对对对，就好笑，我就非常想笑，是的，就看到他这个人在讲，联想到他这个本人，对，他本人也是这样，非常的逗，他说话比爱还逗，你知道吗？对，宝弟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个，是的，特别有意思，特别逗，而且是脾气特别好，对对对，虽然说长得非常大，但其实他是有一颗幼小的心，是他幼小的心灵，对对对，幼小的心灵，长得特别的奔放狂野，对，但是粗犷。其实他是九四年的，对，但是看着像49年的，是49年的。这边看一下 AG 这一波进攻，哎，对，那边有想法，是的，还有一个高空弹，哦，这把白杀，哎，白杀刷了双杀，是的，这你看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人就不一样了，是的，因为一定是有经验的选手，是的，哇，这边一个漂亮一波完胜，终于拿到他们的杀球的第一分，场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是的。今天看到各个每个选手都非常的认真啊，这把也算是稳住了局势，这把对，不然的话5-0就是五比零太难了。哇，这边要打一个时间差，哦，其实这个点因为是并不了局势，因为他知道后面还会有好多的这补枪，对，这个跳这个人只是个诱饵而已。是的，你敢来打我，你打我你就会被打车身。其实这个中路这个烟雾弹我是真服了，对，烟雾弹是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就是说现在这个版本没有烟雾头的版本，如果烟雾弹扔的多会产生一种非常逗的现象，就是你背后站着一个敌人，你两个背靠背，对对对，就站在一起，谁也没有发现谁。这一次就是国外的选手都非常喜欢利用烟雾然后摸出来打，对对，就是利用烟雾来一个做一个掩护，这是裸装的魅力吧，是的，这个平常大联赛里面感受不到这种，对对，这种烟雾这么白的闪光还有这么厚的烟雾，对，这也是国产，是的，真的，啊，这边小道也是摸上来，我感觉这一波这个防守非常的密集啊。我感觉他这个防守立了，也是一个重防，这边一个也是一个重防，现在不太着急，对，这边换人了也是，哎，这把又是西莫站在这里，两个人好像是，对，应该是两个人防守队员，哦，这边小道也是应该是侦察到了。没有选择去进攻这边，一直在耗时间。就是，哦，先给你道具。又一个烟雾封在这里。如果我要是西莫，我就赌一把。对，我就趁着我摸出去，对，摸出去打。有可能摸出去的，看到全是在拿道具的。哎，这样的话，哎，以为是被闪白了吧？他已经白了，白了，对，是闪了。是的。什么激烈的家伙？火，漂亮，哦，又一个绿豆双杀。不要着急，哦，又一个。最后一个在仓库里已经被发现。漂亮！这一局宝弟这个非常的聪明，他没有选择正面的去一个硬强行的去杀，是的，杀的，而是选择绕到一个窗口的位置。是的，现在比分是5-1。刚绿豆也是立功了，真的。你看前两张图，哎，就是代言贝，又是宝宝，这张是轮到亮亮。
还有绿豆吧，还有绿豆。绿豆这把其实说，虽然说他杀的人并不是多，但是他那一分很关键，关键对他杀的人都是关键的人。牛逼啊！看到了秀兵，保利，秀兵直接，保利是真准，对，真准。你敢跟我刚正面，我不怂。哎哎，这个哎不掉了，不掉了。哦，我这边一个双杀。哇，这一波又剩下浩南，有一 v 三，一颗星。小王的 白了，这太难受了，这是又拿下一分，六比呀、啊，那又是一个大比分。对，下半场白场，如果这张图当潜伏了能到七分的话，那基本稳了，不是基本是肯定，对，肯定稳。因为当时我知道当潜伏多难打，就你当潜伏，你真的你鞋带开了你就知道。是的，就那声音听得特别，这你就感觉刚才第二局和第三局的这个 AG 跟第一局的 AG 不是一支队伍，应该是没睡醒。对，就还没睡醒，因为一大早嘛，就大家都得来到赛场去，就先适应一下，就是掌握，就是享受，也掌握了这种感觉。对，但一旦找到感觉，也是有点吓人。一发不可收拾啊！白沙队要稳住吧，不要影响。对，我觉得现在就是白沙应该，我觉得现在白沙本人也应该在想法，在想怎么能控制住这个情绪。是的，这边也是浩南杀掉了亮亮，然后又看到一个，看到了刚才补枪。这又一次的和这个有梦想的队友站在一个冠亚军争夺的舞台上。对，哦，这边又是哎，哦，这边白沙也是补掉了一本。对，现在战神杯是被破亏了。其实我跟你讲，这射击血其实很有用。对，哦，这边拉一波，拉一波。哦，啊，有点可惜，西莫一个双杀。一v 一，宝宝跟西莫的一个双杀，哎，一个单杀。一v 一，这边西莫也是非常的聪明，绕到了小道这边。看看保利这个鼻子有没有那么灵敏吧。是的，鼻子挺大的。嗯，哎，遇到了，遭遇了。哎呀，有点可惜呀、啊，有点可惜，有点慢了，有点慢了。还好，七比二。是的。然后有美女。美女。美女。你别忘了，你下面有一个魁梧的。没事，六比二。不要紧，刚才报错比分了。对，六比二。我还有你呢，我怕什么？哈哈，对对对。哦，这边顶的也是非常的强啊，对吧？其实国内有些队伍非常利用那个烟雾会玩一种什么，就比如说刚才那个白沙这边的一个中路一个顶防，哇，哦，这边一个双杀，贝贝，对，这小道的一个双杀吗？啊，这样话 AG 马上要告破了，哦，完了，看有没有奇迹吧，双杀 ，solo 哥 V 五，假如这把 solo 一 V 五，七比二，本来想一分也是达到七比二，是的，也是结束了三百场，这边也是角色互换。这边白沙也是潜伏者，然后 AG 是保卫者。这边看一下，这现在保卫者太轻松了。哎，你看，果然一个顶防，但是有点可惜，顶的有点太浅了吧？对对对，而且哥们儿就你自己啊。是的，两个，还有个兄弟。对，一边说算了，兄弟，我没跟上，我就陪你一块去吧。是的，哎，马包这个点如果没被发现的话，那就很大的机会会立功啊。我炸着了。吓到了，好像是炸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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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一个全雷啊！这是三打四，什么？对，亮亮也是被炸得蛮长的。哎，马包一个击杀，你看现在白沙这边打得有点双杀，对，白沙这边打得太压抑了，对，确实有点放不开了，确实。对，就从这从在抑郁小镇。大比分都现在了，不如放手一搏了。对，其实，在我们那个观众眼里面看来，就是如果这么慢打输，还不如真正放手一搏。对，但是在赛场上，你作为选手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认为每一分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放开了打，容易把情绪、队员的气氛也调动起来。是的，对，这个有好，就是有坏嘛。嗯，就是怕打的那种太放了，有点收不住了再。对。对，这个是作为指挥就是一个不允许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队员，我是指挥的话，我就能必须能放得出去，我就能收得回来。嗯、如果放得开，那收不回来那就完了。对，拉不回来了，拉不回来就完了。哦，这边遇到人都非常，一个背身，亮亮一个背身，身白杀了，跟他一个一背三。我感觉保利又要立功了，赶紧看一下保利的视角。宝宝、哦、这边也是上个小道。对。哎，看到了。保利虽然说是有点胖，但是没血了，他没血，比较灵活，走的也快。哎，这边撞到了，绿豆一个击杀，亮亮，也是直接拿了一分，八比二了。上来之后，白沙这边其实是有优势的。对，上来之后清掉了伊文和应该和战贝贝，战贝贝，这两名是也是受了拿了一个双杀嘛。对，也是他两个顶的有点太浅了，顶到人家里了。对，太浅了。你看，我这边踢掉一个，果然就选择了跟你换人的一个。对，我就是跟你换，我能跟你一块一，我就能赢。嗯，
非常简单，也不难。哎，这边一文又换掉一个，然后呢，三打三，三打三。哦，后来又杀了一个一文，这边绿豆补防补的有点，其实这个地方挺难走的，你不能漏声音，漏声音的话一波脸的人能听得到。是的，现在成功的下好了西施，看到了，哦，看到了，哦，但是现在把潜伏者优势有点大，关键亮亮拿的还是一把狙，这把进一波脸，哎，狙到了一个，哎，要打了，看绿豆能否立功啊？绿豆那个点只要击杀就好打。对，绿豆如果把小豆都杀掉了，这浩南那个位置太尴尬了。对，包已经黄了。哦，就是不击，我就是不击，两个小豆多少？哦，绿豆被打掉了。是的，绿豆还是有点急啊。对，来这样了，被打掉。绿豆在那个闪中闪光的时候，他没有等那个闪光，那就是爆的出来了。八比三，现在开始慢慢来追分吧。五个赛点，挺难追的。哎，这边该杀一下啊，扔那个闪光弹拖一下。他这个闪光弹完全是想拖，就是说去 A 点的一个回防的一个速度。这边好抓 A， 你看小道这边已经到这个点，不、哦，小道这一波，哦，已经到了 A 波点，这边是被夹。你看刚才白杀这个闪就是想拖你，拖你去 B 波点 A 波点的一个队员。对，然后我那边快速的进攻。对对，现在二打二，一个二八二的一个残局。双方血量上也没什么比较大的差异，对，又是两颗组合闪，组合闪，又了，收了，这两个收了四闪了，哦，这边主要是这两个人在进来的一瞬间血量有点差了，对，这边八比四，就是再拿一分，感觉白老板好像听到你说话一样，是，憋憋屈屈的输还不如放开手大干一下，是的，是的。确实可能也得那么想了，孤注一掷了，现在孤注一掷也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对，现在我们观众都很难听。对，现在都哦，这边白鲨狙到亮亮，对，大意了，亮亮大意，亮亮真是大意，有点我感觉有点就是有点放的太。这边直接保险是一个啊，保利音到一个啊，保利被补掉，这边狙被占领，哎，又打一个白鲨，一个双杀，绿豆，绿豆有点难了，白鲨，好，又扳回一分。八比五，白鲨这一把两个击杀挺不错，挺不错的。他在水下狙到了亮亮，然后用手枪又补掉了绿豆。其实这个水下这个点过的确实挺难的。哎，这边又到了，又是托尼。对，又是托尼，又是托尼。同样的战术，这把没不行了，因为 A 区已经过去了。对，同样的招式，不能对。哎，这个背身，我感觉这一下，我感觉 A 区的节奏有点乱啊，有点乱，有点乱。这边一个西莫，一个双杀哦，真的有点乱啊。看贝贝，我觉得贝贝这把应该能创造出一些奇迹。哎，看到了，看到一个，漂亮一个，来了一个，但是有一个残血啊。对，有一个在水下偷上来的，水下那个西莫四杀了，西莫有没有五杀？不着急，不着急，哎，一个slay，手雷没炸到。贝贝这把，但白鲨刚刚确实打得挺不错，白鲨是起到一个牵制的作用。对，看到了，哦，漂亮，哎呀，怎么办？那这样的话，还好，连续帮了四分了，四分，现在已经八比五，八比六了，八比六，我感觉这边白鲨又要用什么？对，我感觉这一个套路总用也是，这也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其实这种情应该警察选择不从水下那边进入 A 区，从中路这边，因为从中路那边你这个特别好进，对，这边每一个是拖了一下，这样的话知道你的人，哦，又是进 A 区。哦，西莫刷掉了亮亮，宝宝双杀一文一个。对，难道现在已经挡不住了吗？挡不住了吗？挡不住，能不能挡住？哎，挡得住。这边包脸两，哦，这个、哎、一个 TK， 这边这没办法，感觉打得好。哦，一打一，遇到一个，一文跟这个雷没正好，太紧张了，不然的话可以利用这个雷去击杀了。板上拿的是狙，应该他知道一文是残血，是不知道一文残血，我感觉一文不太好打呀，这个不太好打，一文。这一枪就死了，对啊，而且白鲨也不着急，哎，看到了，哎，我就是不漏，哎，不漏，对，就是不要漏，我就是不漏，那怎么办？能透几枪吗？一文一个，哎呀，那这样的话，这一把是八比六，对，白鲨非常的关键，是的，连扳五分啊，是的，这个对于士气真的是。对，我感觉真的有点打得有点懵了。对，就是 A G 的 A 区那么容易就被破解了吗？确实，也是有点想不通啊。关键是这些分确实是全都在 A 区拿得到，对，拿到的。这一把又是果断的打 A 区，孤注一掷啊。对，
但这边秀兵秒到了一本，对，这个小刀，哦，小刀这个亮亮一个刷杀，亮亮不是关键时候还是得，是的，亮亮哈。哦，这边一刷屏，下白杀，已经知道他在门外这个位置，对，已经没有办法，已经暴露，已经没有办法。哦，这边直接压出来，对，压刀，这样的话拿到自单独的赛点，也是拿到了赛点，比分也是9-7，还可以，还有优势，还有优势。其实这一分已经无所谓，这一分就可以稍微稳妥一些拿，对吧？对，但我觉得这分太会压，嗯，这个不会下去，上不下手里赛点还多，所以压一波。可以打，可以压出来。对对对，这边又上小刀，又是那样打吗？也都是可以穿一穿啊。这边都亮亮也是刷到了一个，亮亮每次呢就只要一击杀，对，这边乔杀了，乔杀也被杀掉了。现在是5-3，5-3的一个局子，白杀是狙到一个，4-3，那4-3有点难打，说难打难打，说好打也好打，看一下现在心态了。这个位置，这也是牙特别蛋的位置啊！啊，对对对对。常年站这个抗压位也是醉的不行。是，要不现在身材能这么棒吗？4-3。现在这边感觉白刀这边好像把节奏已经控下来。对。但是贝贝这个位置，因为已经到达了赛点了嘛。贝贝这个位置是起到一个就是望风的一个作用吧。就是能换就换，换不了也能，就是能包放出来情报来。对。然后 A 包点的人也能协防着他。这一份两队都想拿呀。对啊，因为对于 AG 来说，这份赛点对于白茶来说，我拿了一分，还有机会。对，对，还有机会。所以说，就都不敢轻举妄动。这边我觉得白茶那边应该是在想，我就赌你后边你敢不敢摸我家，你要是摸到我家里来，我就能杀掉你这个摸掉的人。对，但是这边哎，贝贝相遇了，贝贝马上又有所收获了，又有收获了，看见了，徐墨跟贝贝一个家伙，这样的话赶紧吃，来杀白杀白杀白杀，哇，漂亮，这就下了把狙，对，这也是3-3，时间还有27秒，感觉。就知道你有把狙了，不会轻举妄动再露点了吧？对，哎，看到了，看到了。亮亮也是发现了白鲨的狙击位置。哦，就是不露，从小道里边进去了。对，哎，哦，没狙到，哎，一下 solo 啊，希望。哦，这边一个双杀力的，哦，漂亮，恭喜 AG 拿下。恭喜战队处于保卫一方的时候。是的，这边 AG 上来就选择一个，哦，这是个给一个假死，假，是的，以为太假了，太假了，太假了。演技不够逼真，这集有可能把自己骗了。对对对，演得太真了是吗？把自己都骗了。对对对，这边西莫这个点。哦，这个闪，哦，这个闪，哎，吃了个全闪，吃了个全闪。哦，这边也是一个双杀，宝宝一分，啊，亮亮被杀。对，第一回合就直接取得了打 B 区。哦，宝宝又杀的回到了白鲨。哇，哦，这个绿豆的一发，对，一发黄金的头啊！我这边看到，漂亮。看我说，就是说，一这张技术上也是有一个独特见解。他比较适合打快攻。是的，是的。他快攻打得特别好，对，打得特别流畅，就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对。行，这边白鲨不要影响心情，要赶紧带领队伍走出逆境，对，走向胜利。其实刚才看白鲨队那边的队员的各种表情，能看出来白鲨情绪还挺好，哎，情绪特别还是不错的，对，感觉也挺放松的。是。觉得还是白老板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是觉得他们对于这张地图有信心，应该是。也一定也是一定因素吧。对，一定因素。都是老队员，都是老队员，不会心态有太大的波动的。你像新队的话，可能这时候真的是郁闷。对，压抑。对，这个时候基本也就崩了。崩了。看一下这边，这边就逼一个击杀。哦，这边这边比到了出兵。哦，宝宝又藏到了。哎，对的，这个保卫者从他面前路过。哎，还好啊。对，你睡了吗？是的。他是想打一个闪，哦，这边打打，哎，好伤啊！对，都两个人都比较残啊。对，我们的浩然，哦，这颗闪立了立了，这颗闪好像是闪的比较，对的。哦，这边啊，我们是在啊，主要 是都没血了，血量刚才被太那个贴着贴箱，那个我觉得他当时是想往那个就是卷帘门，往卷帘门仓库这边补一颗闪，对，就是好让队友能够快速的进入堡垒，但没想到这个人面前跑过一个人。对。这个人好像是 solo 吧，是我觉得啊，浩南，我觉得这个好滑稽，哦，是 solo 应该，感觉 solo， 哎，
跑过去。是的，这种命也挺大的。佩佩当时想，哎，你不怕我？对。这边贝贝也是在门这个方向在给他跳舞啊，因为也是有烟的，也知道打不到我，那我就跳呗。一比。这边还是，对这边情有独钟吧。对。你看我说吧，就是 AG， 不管是 AG 还是白鲨，对这张图上的见解都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雷没炸到，躲开应该是看到了，应该是看到里面有人了。其实这个点不能这么总看，哎，被这边好像有点什么想法。对，有点什么想法。其实他在那个点其实是非常猥琐的，穿不到。哎，你打我就躲起来，我队友打你，你打我队友再出来打你，是这样的一个位置。这边一个后面，哇，哦，亮了一个，哎，看见了，看见了，这边看到了。西莫西莫烧掉了，这边必须应该是停下来了。哦，一文一个双杀，这边漂亮双杀，一文一，有一个一文一残局，两边的血量，先把包下来，把包下来，不跟你对，不跟你对。应该是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样的话，一文应该有优势。哦，挡了一下，是的，漂亮的四，一个单局的一个四杀，是的。哎，好像是一文五啊，不是，亮亮一文四吧，一文四，这个非常的震撼。这个太帅，还是在关键时刻还是得队长哈。对，虽然说人长得小了点，但是无情的黑了一把。没关系，也是老弟。你看这边就是在这跳舞。是的，因为现在对这边知道没有巴雷特，我不怕，你打不死我，你最多打我一枪，我还是能跑。哎，这把好像是没有看到。对，贝贝如果下去能把浩南摸掉的话，感觉还是非常的赚。对。感觉白鲨这边比较重视于 A 区这一块。我觉得现在就是从跟在这个这前三局的，我觉得白鲨有点像白鲨战队这边有点像被牵着走那种感觉。对对对，你看他打 B 人多，对吧？哎，我不打。是的，是的，有点像被牵着走，这个有点形势不太明朗了。对，这边宝宝应该也是吃了一个小香瓜。哎，这边是亮亮在这边做一个骚扰，打了一下。然后 H 那边已经降火了，降火一个，哦，两个，一个一个，四道包脸，一道包脸，这个白鲨，这不因为不太好进啊，确实不太大了，有点大，哎，有点大了，哎，十字波补防的非常到位啊，非常的快，不得，对，因为确实是那个铁门的那个队员防守队员拖了，时间拖真都拖得太长。就是说这波我感觉如果说这局能赢的话，这个铁门这个浩南立功了，真的立功了。虽然说没有杀到太多的人，但是他为队友争取了很大的一个时间。是，这个包也特别不好捡啊。一般包掉到 A 包点的话，亮亮这个时候一我感觉亮亮马上有，我算到了，对这个，哎哥们儿，哈哈，没有背身，没事，转身过来的时候虽说爆了一个 AC， 但是没击杀掉，没杀掉。太可惜了，比分也是二比二平。这张图打得好激烈，对啊，你分我一分。你说你强项嘛，那我就要表演下。你看，对 ，A 这边打到潜艇，一文又爆了。对，一文手又热了。就是这，哎，这边遇到了 solo， 这 solo 太调皮了。solo 不是 solo 调皮 ，solo 想你老调对对你老调戏我，这把我是准备打掉你点血，没想到这把换人了，直接换了一把狙击枪过来。哦，这边哎，这个张岩贝有想法，有想法，当然也大，得看他如何行动吧。现在还是要配合队友吧。我觉得现在以白鲨队这个单位是比较脱节的，太脱节了。这个 solo 一定要张岩贝、哎、看到了，不着急，因为他没有人看到这个。看到了，爆点。哎，这边白鲨的背身漂亮。这把好难，宝宝应该是非常有耐心、啊。这波感觉有点吃亏啊。是的，是的。西莫双杀，漂亮。哦，西莫。哦，这波有点。对，有点伤啊。其实我觉得宝弟不应该使的，应该因为贝贝肯定给他爆点了，说这边后面来人了，而贝贝是把正面的人打掉了，没有管后面。这个贝贝当时处理的确实是非常正确。对。但是没想到，就是说这个掏后卫这个人也是。把宝宝手击杀，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这波。感觉我刚本来是人数占优的。对，如果说打掉这个后路这个人，再打掉正面人，他是因为形势就变成四连二，对，就是好打了很多。但是那边金墨也是在包点一个掩体的位置杀掉他们三个人。这边一个烟雾弹也是为了遮掩视野。老李卡在这里，我又想说，他卡在这里，对，卡在那里，太大了，太大只了是吗？对，哦，从这边看到，哦，这边没补掉，亮亮也是看到了，非常这边，我发现他们就是特别的果断，我杀掉人之后我马上就进，我就相信我的判断。有一个双杀，这边一双杀，知道一波连你控，对，哦，这边广道已经看到了。名字太像了，三 v 二的残局。对，宝利果然卡在管道里。这边没发现吗？没发现吗？还好，还好，亮亮，还好，还好，亮亮非常的，真的还好，机警，机警，真的还好。这下秀碧看一下门后上野奇迹，哦，一个，两个有没有？别急，哎，但是哎，主要是上面有人在打他，有点对，两边夹着打他也是非常的没有办法。对对，因为你打哪个的你都会漏点。啊，比分也是3-3，打得非常纠结，太纠结了，太紧了，真的太紧，因为这是双边两边都非常想要的一分，白沙想我必须得赢这分，不行就走两个。对 ，AG 说那我就想一口吃掉你。AG 如果再拿一届总冠军的话，那他好像还没输过，在去年到现在真的没输过。对，输过 WCG 小主帅。啊，对。哦，这边一边刷屏。哦，一个完胜，完胜，完胜！而且这五人都是爆头啊！对，不知道感觉打得好快啊！对，打得太快了，这局太快了，我什么都没看见，感觉是的，4-3。这边你看，一文已经有9个分了，对，感觉这每张地图上，我们每个选手都能有发挥的机会，对对，不像就是说，哎，我就选一个人了，但是这个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局。绿豆因为是狙击手，所以他的击杀虽然不多，但是他杀很关键，真的很关键。这边因为在这里做一波干扰，骚扰。我觉得宝宝的打法挺适合 AG 的。对啊，对啊，确实啊，对，确实很适合，就得放开来打。这边西莫击杀两双杀，双杀。没发现，漂亮，亮亮。哦，哎，这双杀还有一个，漂亮，哦，漂亮。现在2-1，哦，一个一v一的残局，又是一文跟浩南，两个人宿命的对决。对，宿命。哎，感觉技高一筹，两个人也是对着摸，但是感觉浩南要快一些。哎，漂亮，又是一个背身啊！哎，我感觉真的浩南也挺大胆的，直接摸出来了。4-4，哇，太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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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分啊，只有上半局最后一分，只有这么打才比较精彩。对对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而且节奏都非常的快，节奏超级快，谁也不墨他这边吃个小冬瓜。吃不到了吗？吃不到，吃不到。啊，这边好像是一个视野就给卡了吧？对，卡了，卡，应该是卡了，卡了，卡了。哦，这边一颗烟雾弹。哎，还杀怕了，白杀赶紧跑。绿豆也是非常的无奈，这什么都是子弹在我身边飞，我什么也看不见。是的。白杀也是换了一个位，免得等一下给人家清掉。对，那点确实比较危险，他已经感觉到有凉气在身边了。对 ，solo， 我们两个还是对着干 ，solo 还是在这里斗，我不服，你再斗我看一看。这边马上要破球了，哇，这个点，这个点还是在这边中方，对，中方，哎，这个架枪也可以啊。后来那边首先把自己的闪光弹先交了，拖一下时间吧。哦，不，在这边应该是闻到什么味儿了。对，对方，我知道你这边人多。哦，这个小香瓜，就这个位置。对对对。如果人多的话，这颗香瓜很伤。是。哎，这边绿豆遇到一个，绿豆是绿豆是没血了吧？嗯，没血了。被打的香亏，打香头，一滴血一滴血，99。就是秀碧打了他一枪头，他给了秀碧一枪头。对，五打四的一个局面。哎，看见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边赶紧看一下 B 区的一个点。B 区现在人也是比较少，因为那边浩南已经没了。哎，这边 B 区加火了。哦，宝宝他的什么？漂亮！现在一滴血狙到一个。是的，已经一滴血已经做了两个击杀了。如果再能杀掉一个，真的立功了。对。现在已经挺不错了。哎，别着急啊。对，
卷联盟上那边是有的，看到了，看到了，有点可惜，我以为是被，我以为是，我也是，这个位置宝宝就有点不太好打，二打二，而且还是二打二，血量上残，是的，哦，对，被爆了，下一文，一文这一局不好打，这一真的不好打。保本没戏了，上来都没有，太大的一些动作。对，这边也是真黑呀、啊。是的，亮亮感觉他真是有一颗狙击手的心呐。狙击手的，敢打，真的敢打，是他是真的敢打。哎，这边哎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瞄到。那个人有可能。哎，瞄到了，看到了，赶紧跑。哎，这边绿豆出现在了广道里的白鲨，这边秀逼一个双杀，哎，被绿豆补掉。要打。二打三，这把 B 点的一个正面家伙是率先那个秀逼击杀两名，对，这边也是看到了，后台也是在那边蹲后，这边如果后台杀漂亮，爆点好掉，那漂亮，再来一个，绿豆应该听到声音了 ，nice， 这一个二v三的残局 ，nice， 处理太漂亮了。这边一个二v三的一个残局，我感觉应该是白鲨这边应该是沟通出现了一些问题。是的，这个浩南在外场离的就是距离离的补枪距离有点远，感觉有点脱节了。5-5，太纠结了。这边下半场绿豆发的多了，对，你一分我一分，感觉其实刚刚就是第一时间就是亮亮没看到过点的那个人就是秀逼，对对对，这也是利用那个烟雾，对烟雾。这边起两把狙，其实对于白鲨这边来说确实比较压力压力难打，比较难打，不敢就是走位必须得来看见了，不敢掉以轻心。我这边二刀已经摸到，哦，双杀，哎，摸了一个双杀，三杀的一个，哇，三杀了，三局三杀，四杀有没有？没找到，没关系，哦，四杀那就四杀，漂亮。这边也是节奏控制得很好，忽快忽慢哈，就快嘛，这突然打命一波快，对啊，比分就会到6-6了，我估计。啊，对，你一分我一分，这个烟太恐怖了，是在情景上封，你随便找两个关键的点封烟之后太难受了，太难受，真的是太难受。对于保卫者来说，我现在都已经为替那个选手紧张了，是挺紧张的，现在挺紧张的。先。宝宝要发挥一下，发挥。哎，这边是，哦，这波应该又要吃亏了。这边哦，一个，哦，这边新冠杀掉了一个，然后这边亮亮，然后一个哇，那个这个被杀掉了一个秀逼，这边破点，新冠破点破的非常的成功啊，非常成功。哎，这边绿豆一个双杀，一个一为二，宝弟能不能逆转一下？立这把立一下功，立功，第一次比分将会拉开。宝弟别急呀、啊！宝弟可以换一下子弹。哎，这边 solo 直接。有点遗憾。对。7-5，有点遗憾。打得太激烈了。这边也是亮亮，也是换到了候选 M4， 感觉是 AK 和狙击都没有起到一个相当的作用。调整一下这个手短，又比较相当于 AG 这边是压了 A 门这边。哦，这边要清，哎，感觉要清了。要清，我赶紧跑。双方队员那个嗅觉都是比较灵敏哈，对，感觉不对，赶紧撩、啊。哎，亮亮亮亮一直站着点不放，对，我知道这边 B 点的人了，我走了。哇，现在轮到 AG 要开始追分了。这边也是 AG 的防守也是，就是敌不动我不动。对，我就一个常规站位。其实下半场西莫破点真的很成功。刚才那两块B区确实西莫立了很大的一个功。破点，哎，宝弟这边也是顶在了这个位置。宝弟这一分啊，非常关键啊。宝弟如果能拖得住，我感觉能拖得住就行。因为回防的位置离相对来说不是。哎，这边好像这边潜伏者已经按耐不住了。要进了，要进了，应该是看到了宝弟。看不到。哎，宝弟这一个位置。一个双杀，一波一个双杀，那撞了，这么撞了。但是这边白杀，哦，这边秀逼又补掉一个，二打二，二打一，这样被穿掉了白杀，而且包也被打掉，而且包被打掉。哎，这边也发现秀逼，哦，漂亮，8-5，8-6，8-6，对，啊，7-6，7-6，7-6，你们这咋算的这数学？是的，可
口误口误，这边也是分也是咬的比较紧啊。对，电量现在要开始发力一下，这样子太险了太险了，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直，一路探一下。因为确实在前铁上面你率先用狙破掉一个的话很大的优势，对，都不着急。这边看一下，刚宝地那一分确实挺不错的，一换二。对。这边好像对这个木门好像有点想法。新手兵，我这边看到。对，赶紧跑，赶紧跑。这边被他揍了，这边应该是起一个骚扰。对，骚扰的作用。现在不用太着急。对，两边打的也都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打。对，你不急我也不急，反正你总是要下包的。这样的话，还有一分多钟 ，solo 就一直在这里干扰，干扰你的视线。哎 ，solo，solo， 哎，运动，运动没插进来吗？哦 ，solo 有些杀掉了，哦，对不，一个三杀，瞬间的一个小刷屏。这边这个，哇，那完胜吗？哦，国宝杀掉了一个，没办法了，没办法，没办法，是八比六，八比六，八比六。刚绿豆没看到那个，solo 吗？或者听到？我感觉应该能听到。绿豆看到 solo， 不，绿豆没看到 solo， 应该没听到，因为那个位置 solo 也是不敢露，轻易露声音的。啊。连赶紧要追分啊，不然的话，真的要打加时了吗？哎，没有，不是加时，第五图，第五图。这个，哎，第五图这张图屏的话，第五图就好看了，黑色，黑色。哎，刘志威应该看到一个布点了。是的，穿好这块，我这边在穿，现在还不好说啊。对，现在还不好说。AG 如果能连扳三分的话，那就太精彩了。对，然后绿豆这边也是被穿到了一枪头。对。这边感觉双方打得非常的谨慎啊，一个不会贸然的进攻，一个不会贸然的出去。对，啊，绿豆是刚才是在 A 大被穿了一下，对，在木门那个被穿了一枪头。哦，这边已经知道打必须吗？好，好像必须，但是这边也这个位置，哇，这个立的，这立的。哦，这边是一个有想法的位置，呀，这就是你以前站过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啊，来了，准备啊，看刷屏。哎哎哎，这没看见啊，这个亮亮应该在说话。对，反应有点稍微慢了一点。哎，这边一个一换一，一换一，高点是一轮下去了。哎，这边白沙打得非常的聪明啊，偷掉了绿豆。绿豆原本闪了，哦，这边是。哎，怎么松楼是被打了一个背心呢？现在对一个拉杆，哦，一个宝宝一个发挥。小打一，好，包掉是掉在 B 区这个点了。哦，那这个有点难拿，有点难拿。还有一个漂亮，一文在哪里？那一文和白沙。对，哦，漂亮，一文一个，哎，一文一下子就摸到了后方去了。他应该是从管道摸的，应该是。对，刚才哇，真的是宝宝吸了一下火力。对对对，八比七，八比七，哇，这一分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刚才本来都以为白沙这边要赢了。对。因为两个残血嘛，对。刚亮亮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可能是真的在说话。局势瞬息万变，对。现在场上的比分也是八比七，白沙这边领先一分。感觉这真是太纠结了。这样的比赛才比较精彩。对，一分一分咬一分。对，其实前两局打的就没有那么。就是刚开始吧，让人紧张。对，现在是为两个队就是都比较紧张，对，每一分都特别关键。这边好像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比赛，是没有什么一个针对的地方，不用太着急。这边 solo 是被发现了，发现了，宝宝已经发现了 solo， 对，也是穿到了一些血量。那这样的话 ，A 点是放空哦，后面哦有自己的，有自己的。我这边看到西莫进来了，
对，因为应该会有所动作。对，如果这时间是否被清掉的话，那真的这局就要输了。对，漂亮，知道白了。那这样的话，这一局 AG 优势有点大了。一个五打三 ，AG 拖住，拖住，拖住，啊、哦，没事没事。哦，瞬间变成一个三V2，二V2，二V2，二V2的。这个残局，残局，这个时候输残局的话，好像是非常的伤啊。是的。哦，这一分刚刚一个手枪击杀太关键了。看见浩南，浩南一个背身，哎，没看到。浩南是想打一个。哦，这边、哎、那这样的话，白沙就其实真的不好说，这把看白沙能不能杀进去，我感觉真的不好说。白沙这个位置挺不错的，位置挺阴，挺阴的，挺阴的。打过点的人，哦，没打到，没打到，哦、那就两个打到。这样吧、哦，啊，太可惜了，这个太可惜，对吧？哇、哦，最后一分了。其实你们看没看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刚才亮亮和一文在那停了一下。是的，应该猜想到就是这个位置，因为大家对这个位置都比较。敏感，下包的这个位置都比较敏感，对这位置比较敏感，就是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合适吧。八比八，八比八，对，这还有两分，还有两分，哇，太真的很，我觉得打到九比九的时候，有就平了是吧？对，平了，然后直接国足了、啊，好吧。嗨，我现在已经开始在为他们真的是默默的加油。是的，我的天，你这阵咳嗽，我以为玻璃碎了。对啊。就太恐怖了，感觉这边气候也不太适应，对对，非常的干，有点干，嗯。而且 solo 又是来到这个位置，刚才被穿的不疼吗？他，我感觉他特别迷恋这一块地方。啊，因为之前我们在当队友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喜欢这个位置，也是对位置情有独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对。三，八比八，这边应该维沙利维好像是要，哦，这边也是加到这个位置。哇。这位是我比较喜欢站的位置。对，看一下有没有，哦，还好没有，没有人来上单。不会冒人的进的，就看他来不来。哇，他往前顶了一下。对，感觉打得非常大呀、啊。大胆，真的大胆。但我就感觉这个位置不会来人了。对，哦，来了，白上来了，白上来了。没，还没了、哦。现在太紧张了，有点紧张，有点紧张。真的，而且这个位置注意力必须要十分的集中。对，哎，这个西莫又在这里干扰，但这样的话 ，AG 的人应该能察觉到一些信息了。这边已经知道必须是一个烧扰，这一分有点关键啊，我感觉很有可能打平啊。对，他这边要是叫夹 A， 来，这个手下漂亮一个击杀。这边 A 包点。果然就知道 A 区没打 ，A 区没打，哎，打了，就知道你要打 A 区，所以我们的人赶紧回还过来。别急，这个位置非常容易被点爆。对，哎，你看 ，AG 的资源也是经验的非常丰富。哎，我不去了，我等你过来，你进包点我打你。是的，反正我不急。哎，这边浩南是打掉了绿豆，一换一，宝宝是补到了浩南，这边秀逼又补到了宝宝。哇，这两个人爆一个二 v 一，这样吧，又是白杀，又是白杀一个一个二。哎，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还有十秒，十秒钟。他过点就不稳定，我根本就不露头，你打就你随便。好，那这样的话，这一局应该是拿下了，拿下了，没时间，下不了，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漂亮，漂亮，九比八，九比八，一文领先。现在 AG 是已经拿到了赛点了，赛点，整场比赛的赛点。是的，一文喊了一声一分，就看这一分怎么来。这一分，好，我现在已经憋不住了，哇，有点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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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一分 AG 能否拿下。啊，我还是蛮期待打第五图的，所以白沙这边要加油啊。加油加油，感觉这一分当时还真的有点都不谨慎谨慎谨慎、这一分真的是非常有关键，这个就到了 CLPL 的节奏了。对，不着急，真的不着急，不剩下五分钟我都不下班了。对，刚要是时间不到一分钟，我绝对不往里压。对，对我也不会你漏，除非你出来，出来我就卡住你。对，不里边都不可能出来，里边应该不会出来，应该不会，应该不会，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个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那最后主动进攻的还得是白沙这边。对，因为他是潜伏者嘛。哦，这边有动作了。有动作，有动作。是的，哦，只是一个，只是个。哎，马上要有动作了，马上要有动作。看这边必须的一个，哎，
这个哎漂亮的，这样的话不好打了。二楼这个没有了，哦，二楼这个没打掉的话就太难打了。哎呀，有 solo 了，这有点可惜啊。solo 这一分就靠你了，就靠你了。一个漂亮，有一个被破一期了。对，李白和绿豆，李白和绿豆，哇，好紧张啊！太紧张。看一下我 solo 哥。两个，两个，但是压不到，恭喜 AG， 恭喜 AG， 恭喜 AG 获得本次 WC 2014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穿越火线项目的冠军。是的，恭喜恭喜。哦，感觉应该是亮亮也有点感冒了吧，所以吧。